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我是陈良。将近四十年前，对台湾来美国，我平凡的一生当中呢，我有真多真多安尼经历过不平凡的代志，也有听真多的真趣味的故事。我对这个媒体真有兴趣，所以伫我的人生当中呢。From time to time， 三不五时，我拢会伫个一个平面媒体，就是报纸、杂志，也是讲伫个 radio， 伫个电台，伫个 TV 电视，啊来创一个节目，甲大家分享，即个真趣味、真温暖，啊真感动人个即个故事。最近大家拢流行用网络 internet， 啊来甲大家分享。所以我感觉讲，最近我还佫有一挂很真趣味的代志，也要甲大家分享了。所以我伫遮要开始来甲大家用开讲广告的这个方式想要来甲大家来分享。所以我甲这个唔是节目的节目呢，我甲号名叫做《人间对话》，陈良开讲广告。大概是用这款的一个方式，希望用聊天，大家来安尼真轻松，现在你会当伫网络的头前，泡一杯咖啡，泡一杯茶，还是讲暗时，你提一杯酒，咱互相看伫这个空中来交流。其实，我因为是真爱唱歌啦，所以我的这个陈良广告开讲。人间对话呢，有时我嘛会用这个阿卡贝拉哦，干唱哦，无乐器伴奏，用我淡薄仔骚声带有磁性的这个声来甲大家分享。所以这个节目其实我嘛去想到一个英文名，叫做《Good Old Days》，《Good Old Friends》，and《The Good Old Song》。这若用北京语讲在当翻做《昔日好时光》，常年的好朋友。从前好听的歌谣，若用台语兼在当讲古早的好年代，古早的好日子，久长的好朋友，甲好听的老歌。所以伫这个要开始以前呢，我去想到囡仔时代，我迄阵啊足爱唱歌，因为流行，甲人唱英语歌，甲人唱意大利歌，迄阵有一个101的这个歌谱。内底有一条歌，我足爱唱，是阮老母定伫钢琴咧弹，叫做《Long Long Ago》。我即下要用半骚声、半有磁性的这个歌声来甲大家来分享。往事难忘，《Long Long Ago》。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long, long ago.Long, long ago, sing me the song I delighted to hear. Long, long ago, long ago. Now you are come, oh, my grief is removed. Let me forget.So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 deep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给我讲那甜蜜的老故事，往事难。唱那好听的老歌曲，往事难忘，不能忘。你已归来，我已不再悲伤，轻轻诉说你不
在酒流浪，我相信你爱我仍然一样，往事难忘，不能忘，往事难忘，不能忘。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来开讲的，就是咱最近台湾人、华人、亚洲人，甚至是全美国的美国人，甚至全世界才爱运动的人，上热门的一个题目叫做林书豪的这个代志 （Insanity）。林书豪大家拢知影是美国人，但是伊的爸母是台湾人，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讲林书豪到底是Taiwanese American， 还是 American， 还是 Chinese， 还是 Chinese American？ 哦，所以对这個，咱嘛知影讲，为几月七夕，甲三月七夕，拄拄一个月，吼、哦，林书豪因讲说席卷全球，哦，你对一个坐人板凳，哦，拢无人插，甚至乎球队卖来卖去，的一个191公分啊，尔，的这个篮球的选手，忽然间全穿起來。差不多所有的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哦，甲所有的报纸杂志，但是拄啊伫个满月三个七夕了后，好汹汹，全又搁无同款的局面，全连续输六球，一直甲涨，才搁赢起来。所以有的媒体，看头啊是甲扑啊，那亲像天顶的明星，但是当伊开始输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五场。郭甲光林书豪又回到原点，哦，林书豪已经伊的这个盛况不在，这是人之常人之常情嘛，哦，我所敬听的一个美国的 CBT 主播，即卖已经过往叫做 Walter Cronkite， 伊较早呢伫个 CBT 的这个暗时啊新闻，伊拢讲一句话讲 ，And that's the way it is， 就是讲代志的真相就是安尼。世间的这个冷暖啊，其实咱大家拢知影，特别是公众人物林书豪，伫以前的时阵，大家哦爱甲要死哦，连伊的穿过鞋啊，伊的衫甚至是内裤，啊，伊大过的碰衣，大家都安尼吓甲要害。但是当伊一直输的时阵，甚至是伫个伊家己的主场，伫个纽约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啊，有人开始咧较虚，有人开始咧较批评，所以我伫遮要甲大家来分享讲，我家己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林书豪。咱看林书豪，伊毋是讲一摆拢无拍拼，啊，伊就得到这款成果。其实伊为初中、高中，特别是伫巴罗阿多高中，了后阁去哈佛，伊会拍拼，伊会认真。你知影要做这个篮球选手无简单嘞，逐日毋是干那伫个篮球场哦，啊，都要去练伊的体力，练伊的手的力，伊的脚的力，吼、哦，啊，底下佫受到种族的歧视，啊，底下伊190公分，那甲我160比起来，其实是伊足弱啊。但是那伫个遐篮球的证明性，伊根本就是小矮冬瓜，哦，所以伫这款情形下面，伊受尽艰苦，底下吞忍忍耐。不过我要甲大家讲，我有看到林书豪去年回去台湾接受这个 Good TV、Good News TV 的这个访问哦，伊底下有做见证，伊讲头前，伊讲 I play for Jesus， 我唔是为我林书豪咧拍，唔是为尼克队咧拍，唔是为哈佛，唔是为帕罗阿多高中咧拍，我是 play for Jesus， 所以我感觉讲，既然 play for Jesus。咱知影讲，咱就是讲 try our best and let God take the rest， 就是讲咱尽咱一切，但是到尾啊，咧决定是 Jesus 是咱的主，所以赢也好，连续赢七场，其实幕后拢有一个 Jesus， 咱所信靠的主，伊好的一个旨意，伊所定着的时，啊所定着的局，哦。所以既然呐 ，pray for Jesus， 咱就唔通讲哦赢，啊，咱就大家哦全安尼无限制的伫遐，感觉讲对伊寄望。但是若输，哦啊，就甚至是气伊气到要死，因为这
毋是伊一个人的关系，这是团队的关系、教练的关系，甚至是对方因想要封杀这个林书豪，或者真侪，这拢会一直发生，一直发生。所以我感觉讲输赢不存在，咱毋通讲叫林书豪真大压力。第二，伫迄个台湾 Good News TV 内底，伊嘛讲一句我不止感动的话，伊用北京语讲讲台。定睛看耶稣，眼睛的睛哈、哦，定睛看耶稣，就是讲输赢，伊无咧看教练的面色，伊无咧看这观众的面色，伊无咧看这粉丝哈的面色，伊是看耶稣。哦，咱台语的圣诗内底吼，就讲做助行看耶稣，助行就是讲将你所有的精神，你的心思意念。拢注意伫个耶稣，所以你若注心伫耶稣，也是讲定睛看耶稣，我相信伊就变。啊，你伫遐安尼，为着失败，啊，活后壁看到教练失望的面色、眼色，也是讲看到要甲封杀的这对方的球手的面色。哦，所以我感觉讲对这，咱会当学习真济。哦，佫一项，咱当赢的时阵，咱享受伊的胜利。但是伊输的时阵，咱就要予压力，咱就要甲攻击，要甲骂。其实我感觉讲，我即马要呼吁咱在听林书豪的，也是讲爱伊来赢，来有搁较久的一个胜利的这个人的。咱反倒转来，咱来为着林书豪祈祷，为着林书豪咱来关心，甚至是为着伊的厝里、伊的爸母。我看到讲伊安尼叫讲一个老皮。常常常在想讲，我若是伊的爸母，那因妈妈啊，徛伫迄个球场的顶面，迄心毋知要偌疼。伊去用弄一个跋倒，安尼四脚朝天，吼、哦，遐画面，我毋茫叫做例外的画面。咱与其吼，咱要来互伊压力，啊，要爱伊逐场拢赢，咱不如讲伊输的时阵，咱默默来为伊祈祷，吼、哦。所以伫这点我。感觉讲，咱若是要甲林书豪来甲加油打气，咱嘛要甲伊分享讲 ，You are not alone， 你无家己孤单，是足济粉丝用祈祷、用暗中的祝福、祈福来咧甲你做一件。